因为热爱自由，所以渴望行走。爆款气质女装，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娱乐圈里面有很多经常会秀恩爱的夫妻，也有一些比较低调的夫妻。既然说到了低调的夫妻，那么林心如和霍建华两夫妻也可以算是一对了。说到他们夫妻两人呢，想来有很多的朋友们和小编一样，当初他们两人宣布要结婚的时候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。最主要的一点是，之前关于他们两人在一起的一点风声都没有，而小编之前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将他们定义为很好的朋友。当时他们两人结婚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祝福，他们两人在结婚了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明星们那样经常秀恩爱，反而还是和之前一样非常的低调。在他们结婚过后没多久，林心如就产下一女，而自从结婚了之后，林心如出现在镜头前的频率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。霍建华呢，也就是因为去年的一部古装剧《如懿传》，该剧快要播出了的时候，霍建华也才露了几次面宣传一下。前段时间的霍建华也一直都在忙着拍新剧，露面的时间也比较少。而就在最近呢，这对一直低调的夫妻一起出现在了好朋友的聚会当中撒狗粮。要知道霍建华和林心如两人也有很久都没有同框了，这次他们一起参加聚会也是秀了一把恩爱，两人搂肩倚靠，看起来很是甜蜜。我们可以从爆出的一些照片来看，当时的林心如身上穿着的是一件白色的卫衣，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，脸上也没有什么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是素颜出镜，皮肤状态看起来也还不错。而霍建华则是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，还有黑色的针织帽子，只见他双手插着口袋，站在那些好友们的身旁。而林心如则将自己的双手攀在老公的身上，并且倚靠在霍建华身上，这样的林心如看着有一丝小鸟依人的感觉。有网友看到这里之后都纷纷的表示道，这两人是在现场虐狗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你们喜欢林心如和霍建华这对夫妻吗？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。